私立高级基础商业职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，为了达到投笔从戎、以身报国的宏愿，纷纷申请保送五所军事学校的专修班。他们的校长跟全校的师生今天特别在学校举行了欢送仪式。首先由校长颁给志愿从军报国的26位同学每人一副荣誉彩带跟纪念品，并且对他们爱国报国的行动表示嘉勉。保送的军事学校有陆军官校的陈其南、空军防校的高明林、宪兵学校的林宏志、政治作战学校的高金荣等26个人。此外还有男女在校学生20多个人，也已经登记准备在今年6月间报考4年制的各个军事学校。